大家好，这里是灵动生活。今天分享个小技巧，当我们不抢接听电话的时候，在手机输入一段代码，手机就能变为空号。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我们需要打开拨号界面，输入星二一星六个九，然后输入井，我们按下拨号键，大家会看到设置激活成功。这样的话我们的手机就处于空号状态，任何人都不能打进电话了。当然如果解除的话，需要输入一段代码，需要输入井井二一井，然后再按下拨号键。这样的话会显示设置抹掉成功，就是我们的呼叫转移已经被抹掉了，手机号也就恢复正常了。当然这个小技巧只支持移动手机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更多精彩请关注灵动生活，拜拜。